你要先用 before 用 after。我头发是不是也很长？是啊，你们两个本来就该剪的啊。是真。甜甜这礼拜我会帮她剪啊，因为上礼拜没有啊。那本来就该剪啊，所以我才会说叫你去给人家剪就好了。你说要在家里玩的，我等一下要扫得要死那还不剪？欸。一只一只的哈，你再播。好了，已经 before 了，我写了。还没好，眼睛不要张开哈。你说要一次一次的。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反正就是在玩嘛，虾米？那你不是说要一次一次为但什么？没有一次一次，啊，这样还不够一次一次但没有一次一次，啊？啊，这样像头发剪坏。拨一拨就没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技术太烂了，那你不如就是先把它整个剪掉。你看看哦。没有，你还要 iPhone 头啊？我还要再剪个你可以 iPhone。先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剪掉了，会怎么？iPhone 头已经旁边都剪掉了哪有？我就，iPhone 是。头是很锐利的，这样。好，继续玩。你说我娘说不要玩，结果玩上瘾。啊，你不要播啦！你先不要播。我怎么这不是卡通人物？怎么还？怎么哭泣？啊，播一播又没了。对啊，原来播一播就没。怎么好，那我可再剪一次。能？你要间距大一点啊！你太多了。哦，间距大一点是好。可是我觉得你播一播还是会没。你不要剪到我额头就可以。好，再来，你播一播又没了。对啊，这么飞？你要先不要甩，然后就靠近镜头，你才会看的。那就是你剪太烂了。好，靠近。这很正常啊。很奇怪，就已经一二三。怎么还？哦，还想再剪什么？你就把整个刘海剪掉啊！哦，嘿，不用啊，这样不会比较好那、啊、剪。这样剪掉会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好。你不要剪到我的手对啊！呀，我就会剪到你的手啊！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然后用橡皮筋绑起来比较快吧？这里呀、啊，我感觉头发很多呢、欸。就很多。哇，叮叮，那看起来很正常哎。看起来很正常啊，就是失败头啊！这失败头比你认真剪的还好，拜托，这看起来没有很问题啊，发都很奇怪 这耶！看起来可能路上就有人有这种发型耶，没有很奇怪啊，路上也有人光头啊，所以也不会很奇怪啊。是秃头还是光头？有时候很难定论。那个就是年轻，然后就是剃平头那种。请问玩够了吗？我可以开始练刀了吗？你还要再玩前面的？你还要玩前面？你可以剪那个，你先剪一半，然后一半没有剪这样。剪一半哈、哦？啊，可是我……哦，好了，你先给我玩。没有，你可以先乱剪一半，然后另外一半给你练。我想要看你一边有头发，一边没，看起来快要没头发的感觉，是不是很酷炫？好，了解。那这边要给我练，要
啊，你这边不喜欢？对，这边不好练。哦，因为这边有法流，练不出来什么东西。你这个，那这边要先变美法是不是？美法，对啊，要美法是不是？你不要剪到我头皮就好，我感觉我会真的会秃头。好难剪，原来这样很难剪哎。就是有剃刀啊。变天了，应该台中不知道。